Hello， 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来观战啊！现在 S 1的杰克，这个杰克之前有观战过一次啊。那个操作的话，只能用过分来形容，就这个操作过分有点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的操作非常非常的干净利落，就是哎，有一种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之前啊，经常会观战那个小七跟残梦的杰克啊。他的打法跟这两个人也不太一样啊。小七的杰克呢，相对来说比较的刚，比较的猛；残梦的杰克呢，比较的柔，比较的细。然后他的杰克呢，就是灵动、干净，另外一种风格，打得非常好看啊，打得非常好看。而且大局观非常好，控场能力非常强啊。在之前的一场观战当中，是可以看到，就是。他的那个，你看这个误认就打得很干净，对于你的一个走位的一个判断、距离的判断、时机的把握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之前那把的话，控场控的真的太帅了。我们来看这把，这把的话，祭司在这个点位被架住是必死的啊，这个点位被架住是必死的，有一个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就看这边祭司的话，刚才非常聪明啊，他不能卡这个窗，卡这个窗就是隔窗无人一刀，隔墙无人一刀就带走了，所以他尽可能拉距离，这样的话可以多拖一会儿这个洞。想回头来吃一刀，这洞交的话应该也是交不出来。这个时间点带走，对于求者来讲可以接受吧？已经90秒了，这个击倒时间对于杰克来讲是不足以让杰克争胜的。但是如果说能打双挡的，杰克可以稳平，然后有机会争胜。如果卡半救下来的话，我甚至觉得求者有可能，万一扛到最后一波扛刀什么的，是能拖出一个四人开门战的。啊，因为这边的话两波，如果有两波搏命啊，现在不知道外面谁还有搏命，佣兵搏命我不知道，如果能拖出两波搏命是有机会能打出一个四人开门战的，当然前提是这边佣兵不能是双挡，看这波双挡有没有绕过来，这个误认怎么打，卡住一刀误认隔窗漂亮，再卡着还想打你震慑呢，你以为卡半打震慑你信不信，来3、2、1还行吧，卡半救下来，但这是一个双挡，祭司的话这边能保祭司进，那这波打成双刀以后呢，这里其实佣兵帮忙祭司扛刀是很正确的一件事情，他要让祭司牵制起来，在搏命之后再来不及了，他在搏命之后再那要不选择换挂，挂佣兵吧，挂佣兵这边压遗产级了，那这样的话穷者来救其实可以让心理学家来救，心理学家吃两刀也不会倒，并且呢佣兵这边自带小搏命，没有搏命的心理学家也可以来救，我们看可以来可以来，让杂技来嘛，杂技来有可能救不下来啊，这一个隐身带误认先插眼捡你一速，你这边跳来来来先卡着，心理学也来了，那这样的话穷者机子不够了啊，穷者的一个整体节奏有点被打乱了，其实是他们要盘四人开门战的话得只能一个人来，两个人来的话压力机子肯定不够的，这边打中可以吃了一个实体刀救下来有搏命，要追的话只能追这个佣兵了，这杂技是打不了的，再换挂的话对于杰克来讲这把可能就崩了啊，他只能是先淘汰掉一个再说，再控场吗，这个局再控不好控啊，一刀误认甩再追，打是打得超凶啊，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刀很果断，真的很果断，他的出刀真的不带一丝犹豫的，一刀过窗没打中，5秒钟误认好，这边的话心理学倒地，但是留了一丝应激，也就是说这边无论谁来救有没有搏命都可以，特别最好是没有搏命来救，挂到女神像，然后这边的话应该不会管这个心理学吧，我觉得这边要追着这个杂技打的，他这边的话是把求者这边的状态全部打残，但是呢有一个祭司在，祭司拉大洞跟佣兵补一波状态以后，其实现在对于穷者来讲是一个优势，你别看穷者这边残归残，但是这个局是一个穷者的优势，他们这边机子够了，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机子是够了，所以说对于穷者来讲只要能够把机子点开开门战压死就一波这个心理学家，而且刚刚我们看过心理学家天赋他是带了3点拘禁狂的，就看刚才那个佣兵的第一台机子能不能点掉了，这边佣兵在修的是2楼机子，杂技这边过去补，绕了一圈过去补，机子这边也能修开，那佣兵这边机子点掉以后卡死就一波啊，卡死就一波，佣兵来救还蛮好的，因为佣兵没有搏命了嘛，他的搏命是已经交掉了的，所以这里佣兵如果说能够哦，这边是祭司待会儿修完穿洞来，他们觉得时间来不及要救佣兵，要吃3刀才能倒，我是觉得刚才要追佣兵的，现在的话应该是偏向于一个4人开门战，除非这边打个震慑，没震慑的话是一个4人开门战了，救下来了，就来打佣兵，
炸鸡这边机子好了，压好了，私人开门战了。不满足于一个平局，这边等佣兵倒，手里边有误刃，但这边有块板子，一刀误刃先打，立马集齐追一刀，没打中。哦，打中了，他是没有带挽留的，这是什么天赋啊？啊，这是一个，哎，这不会是这个天赋有点像那个残梦的天赋啊？他之前也有点过这样的一个天赋的，但这个打法不太像残梦啊。门开了，门开了，应该是一个三跑的，可惜了啊。他刚才如果追佣兵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可以保平的，但是很难争胜的，因为再去追佣兵的话，这个花的时间，而且佣兵拉开遗产机以后，求者也有可能。但是当时那波因为来的人有点多，机子可能不一定够，我觉得是可以挂飞以后打三人开门战的。但是三人开门战呢，我没有注意他天赋没有带挽留，没有带挽留的话，三人开门战有可能三跑，所以说他选择就是更拼一点的那个打法来打啊。好的，也是感谢大哥，不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